早期我们当学徒的时候，好像是偶去。我们在扛着那个好几百公斤的机器，把它组装起来，播露天电影。一部电影不管好或坏，一定要走进电影院才有那种观感。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导演所想要呈现的，把它还原。我现在以前不支撑，现在就是很老了，就看到大家很开心了，放了40几年。